要，武功无敌，自然是武林之尊。江湖凶险，尔虞我诈。玄铁神剑早就出了名了，当然会招贼了。师父被朱天祥所害，是我跟大姐亲眼所见的。为保师门，江湖再起风暴，跟他拼个同归于尽。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，用这种下流手段来害人。姐妹同心，誓教奸贼。江湖三女侠，5月29日天映经典频道首播。